谢谢。再加点牛奶，打两个鸡蛋，然后把它们搅拌。嗯嗯。啊哈哈哈面团揉一揉，搓一搓，够了。最后把它们放进烤箱里烤一烤，材料都准备好了。我们开始搭城堡吧。首先用这个蛋糕饼做底，用甜甜圈做柱子。我们好像还少了个屋顶，我来搭。耶！差不多了，要把城堡变得更华丽一点。我们现在来做装饰吧。让我来用奶油在屋顶做些点缀。我们也一起来做。这是塔尖，加一个风车。饼干做窗户。做得真棒。我们的城堡就差个旗子了。